你看看这边的饲养员就知道，那边的饲养员至少，熊猫馆的馆长是动物园的副园长。你自己想吗？对吧？咱现在上像他们的那个馆饲养员呢，他们的这个主管反映了，让他们多来点水果。这是来了，来的西瓜，没人吃。你要说天天不吃 ，OK， 小西西不吃。